经过昨天的努力，昨天晚上去做了有氧，把水蒸啊，就排了一下，把汗水，还有就是吃了，昨天吃了接近2公斤的米饭，今天的状态看起来还是可以，还没充血，回头就挺大的。到时候涂了色，估计效果更好。Eyes in the sky, gazing far into the night. I raise my hand to the fire, but it's no use, 'cause you can't stop it from shining through. It's true, baby, let the light shine through. If you believe it's true, baby, won't you let the light? 完了，在进了决赛，在吃饭。吃白米饭牛肉。刚刚比完那个总决赛啊、哦、不是总决赛，那个半决赛我们今天就没有了。我们今天是3月30号，然后看一下真人版上的底色那个线条。哎不反过来这样。看一下，在这里现在还是比较明显的充血感分离度。等一下尽量是控下水，然后今晚上的话会去吃很多东西，然后看一下吧。今天的话比完感觉轻松很多，因为马上明天就要结束，结束以后我就可以吃很多东西，太高兴了、yeah。大家好，今天是3月31号最后一天，刚刚去化完妆，这次动作造型有点难看，找沙贝跟葛老师去帮我调整了一下，然后今天早上也是他们给我化的妆，然后颜色稍微比昨天要深一点，看。然后今天的话维度还是很大，非常大，手臂这些维度，好，超级大。然后更新一下我的身体。今天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吃很多东西，然后现在很平，肚子十分的平静的。昨天到现在没怎么吃东西，还没上次。现在的话腹部很平坦，没怎么吃东西之类。等一下我要吃一点盐，吃那个KFC 的薯条，还有那个叫啥？我先量一下体重。85.5。85.5，其实拿手机的话，我就大概85公斤，比以前的状态都好了很多，可能水分比昨天要多一点，看起来维度也大很多。然后现在准备吃饭 ，KFC 薯条汉堡，然后还有啥？没有什么了。吃完咸的东西就不能喝太多水，不然的话会水肿。然后我准备吃东西了。KFC 的汉堡，好久没吃了。
昨天晚上的冷了已经，我要吃了。晚上不是特别好吃，昨天晚上胃不舒服就没有吃。一般般。好辣呀！不要吃了，吃不着。啊，来放你这。咸的东西都好吃。有请144号姚海，剑华学院沙飞健身队。谢谢，请万亚季军回。谢谢，恭喜冠军获得者149号李猛，请冠军留在台上。到家了，早上起来。